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。主啊，感谢你救我们脱离这个被魔鬼迷惑的世代，因信基督得称为义，愿荣耀归于上帝，直到永远。求主教我们常常省察自己的罪过，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以顺服的心去遵守你的律例，以真诚的心去悔改，不顺从情欲，只顺从圣灵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